我发现我的粉丝都好爱自己的女朋友，天气一干燥就来问我有什么适合女朋友喝的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木瓜炖奶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拿出小电锅，倒入切好的木瓜丁、红枣、冰糖，清水没过食材，炖个十分钟。等水滚了之后，加入牛奶，一勺枸杞，在这干燥的季节里，快做给爱美的她吃吧。